这一次，我比从前还固执，想着我们去过的那些城市。在干嘛？在写歌啊。不要碰我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就说了不要碰我了。你以前不会这样欸。怎么了？所以你以前都这样对学妹吗？什么学妹啊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没事。亏你那时候还写了这么多恶心的话给我，原来都是假的。我是夏乔安，我不喜欢台北，我喜欢拍照，底片的那种，好像只要透过我的观景窗。看见的东西才是真的，虽然还是有例外。底片的魅力在于还没洗出来之前，不会知道是好是坏。跟很多事情一样，当下不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但现在我只想离开这个充满回忆跟烂天气的鬼地方。我该离开了。嗨，我刚刚有拍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什么变态啊，我只是喜欢到处乱拍而已。哦，是哦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没有吧，你认错了。我看你拿相机，你也喜欢拍照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我是比较喜欢拍影片啦。是哦。给你看我拍的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大叔，你记忆卡好像快没空间了。什么大叔？我才30岁，又那么帅。帮我拿一下。哦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李凡吗？你谁啊？我是乔安，今天在车站那个女生。你怎么有我手机号码？
这吓死我了。因为记忆卡忘了还你，上面有号码就打看看了。哦，是哦，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还给我啊？后天，还是你没空？还是我带你去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们可以一起顺便拍东西，要不要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可以去还你记忆卡，但出去不太方便。是，好吧。那没关系。那我们约在哪？地点，我再传讯息给你，可以吗？好啊，那早上十点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，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等很久吗？姥姥。哪有啊？我们要去哪？不告诉你，但放心，我会把你卖掉。卖掉应该可以卖很多钱吧？哪还是自信啊？你都忘了，谢了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还好。好吧。骗你的啦，很漂亮啊。哦，你哦，哦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了，对不起啊，哪里痛啊？对不起啦。对，骗你的。喂，哎，你给我等呢。是说，其实我有偷看你的记忆卡。啊，真的？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是不错，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。你问啊。李大的摄影师在这里回答你。就除了我以外，为什么都是风景，没有其他人？没有为什么。哦，好吧，快跟上啦。跟你说，其实我不喜欢台北。因为有太多开心的回忆了。那不是应该喜欢台北吗？那些跟恩业的过去绑着我，我一直想逃。干嘛？不行啊。我有什么好拍的？不会啊，我蛮喜欢在镜头里的你啊，还蛮好看的啊。好啦，给你拍啦。好嘞。我要做什么吗？做你自己就好。我很喜欢海，好像烦恼都可以被海吃掉。
看到你的时候，觉得你是变态大叔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大叔，要么你是个帅大叔 ，OK？ 哪里来的自信呢？我爸也是摄影师，可是他都拍人，我不想跟他一样，所以我都拍风景。自从他过世之后，我也有尝试改变，但还是觉得好怪。可是你拍我的，不知道，就觉得你很特别。我哪里特别？不知道，我告诉你。好呀，等我啦。也许要离开这座城市，才能看到无边的天空。只要敢跨出这个框架，就能看见更宽阔的心情。大叔，所以下一站去哪？你想去哪就去哪。好。